你收看的频道是牛奶大师师师师台。好，我们把那个破旧的锦衣给沈南的话，会触发剧情。没东西的。赵姑娘看台是。哈哈。好，走吧。琉璃自己似乎有那只大把菜的配方。这是胶水吗？组队状态时，战斗中可以点击这里或按 Q 叫做伙伴。Q 队友出战的效果各不相同，有好度会影响出战效果。详细的部分可从这里观看。刀不长，过来吧，你可得太厉害，太大了！我没想过，怎么了？接招吧，咱们来点乐的吧，有机可乘，冰丝，有机可乘，瞧你破绽百出的。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？清理山贼。好，先找布包吧。好，等下去弄弄。好，伤口。龙钢指环。龙钢指环。不能装备啊。
真笑哎。使用，待会再用。冷钢哦，这个就是那个吧？我们要给那个铁匠打铺用，修那个剑的。OK， 走。面瘫，哇，好贵哦！糯米、饼干，应该是这个。龙泉剑。哇，这样就有得到一把好剑的吗？哇，加37呢。哇哦。角落下的筒子。酒馆 OK， 我记得这个好像可以有东西，好像要加什么泥挂吧。这个吗？人方原地，好，这个档。点火是吧？啊，这个了。哦，我是要搞什么？嗯，看来还没办法。好，找别人。西与相友。观音台。我们先去观音台好了。嗯。哦，所以直接给吊杆给他就好了。
这个应该不能进去。好，那我们直接给它吊杆。给他衣服，哦，快点心法。你是？哦，山贼。Google， 我像龙泉宝剑。刀不长眼啊，你可得看清了。哼，小事身手罢了。好，钓鱼视频。哦 ，OK， 强火啊，可以修木人吧？这里在哪里？啊，我们去修木人。木人装我来了，木人装。来一场吧。哦，我还以为是一击必杀那个。瞧你说的，看到这家伙了吗？看我的！让你见识沧江派真正的精髓！哼！哦，血变好厚哦。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。你变态，变太硬了吧？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。接招吧！破！嘿！破！哼！接招吧！接招吧！嘿，没力了，过来吧，让你见识我的力。哼，放马过来吧，让你见识我的力。哼哼哼，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。让你见识沧江派真正的精髓！哎，有机可乘！哎，有机可乘！嘿！怎么这么快就结束了？然后嘞？
哦，就这样啊，我还有什么新东西的？哦，存档。好，我们来继续逛。这个是老山贼。一起必杀、啊、好好好，玄河剑法如雨水般的滂沱不定，这谁知道啊？海浪般的汹涌，河流般的绵延，这应该选什么都可以，然后就悟出什么东西吧？奔流、天流。哇，会不会选错啊？这应该是不管选什么都会有吧？哈哈哈，我猜的啦。OK， 好，来。这是哪里啊？杜建 ，OK。好，所以要找杜建，然后他应该会有鸡，然后就可以解任务了。好，走。花神，好，等一下。哼哼，烂东西。什么东西可以勾上来啊？三个，好，这是什么？薄荷。为什么会有纸内裤？五幼米给庞大娘，五十米哦，五十米啊！于是我先称四十半，再称六成十。啊！哇，打什么？我根本仔细看，
是，好，我想一下。好，各位，我知道了。我刚刚看我自己录的影片，再看一次，多了一个十米给庞大娘。啊，面粉少买一个，糟糕！不能再买了哦，哇，我不想重玩。一面粉，面粉都有两个可以换东西的，糟糕！那因为可以得到一个东西，你可以买那个抽奖券，可以拿到钱。这个吗？面粉就算了啦。哎，那时候没有买。啊，不然都可以换了。不小心是怎样？那我还要打罐子。底下的布包，给他看，给他看。怎么修啊？考好可是不是给你走？然后还有两个酒罐子。感觉功力又更精进了。嗯，轻轻松松。为什么这动有点慢啊？哦，这样好多了。感觉好像有些 bug 还是要优化，还是做好一点。
这个。啥鬼？好，拿去还他。我到底在干嘛？主角还以为是他用坏的。好，我们去调那个钥匙。好，来到敏昌了，钥匙。有钱，长枪，加工厂子 ，OK， 就这样。好，走。好，快转。激流。老鹰。奔流，天流。地流。破绽百出的，轮到这家伙了吗？有机可乘，让我来试试你的能耐。哈，感觉功力又更精进了。
好。然后快传，然后这个大白菜给沈娘会拿到一个，会得到一个支线。那烟草给谁？烟草呢？要给谁呢？我给他吧，不是，那到底要给谁呢？我们先包子店好了。包子店还有一个酒瓶。等一下哦，先抓个鸡，鸡，抓鸡啦！哎，要怎么抓？啊，有了有了。解决他们。哼！轮到这家伙了吗？看我的！有机可乘！有机可乘！哼！刀不长眼的，你可得看清了。一点都大意不得。瞧你拖着买猪的！哈，感觉功力又更精进了。好了，这边应该没有了，走吧。啊，那个熊布包还没有问哈。应该是不用。
哎，好，那个包子店的布包还没问。哇，这个啊，我就要告诉他哎。好，好，我们去喂那个吃鸡，鸡在这边烤，然后再给这个人。护腕，这个包，那个包去哪里弄？一直找不到。好了，我们这集先这边好了。喜欢频道，欢迎频道左下方的图片按下订阅，右下角的订阅按钮跟铃铛记得打开，这样子我更新最新影片，你就能得到通知咯，谢谢大家，谢谢收看，拜拜。